大明星演出终于被我拍到猛料了，这怎么办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影帝季梁川，完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？走错房间了。你在拍什么？没什么，还给我。演出，他竟然还我！有狗仔，机械人会不会有机？站住，别跑！谢了。我救了你，就这么走了？你想干嘛？我们也没色没存款。今晚的记者会陪我出席，事后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等我一下。梁川，你来了。季先生，听说今天你要公开神秘女友是吗？严初小姐今天也在，难道是严初小姐吗？当然。当然不是，因为跟严初小姐关系不错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只是想让她做个见证而已。那您的神秘女友是谁呢？佳丽。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婚礼？大新闻呀！求婚期什么时候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乖一点，不然你的猛料就没了。梁川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份大礼要送给严初小姐。严初小姐，你们俩照片上的男人是谁？对，我给解释一下吧。走。你曝光了我的猛料，还怎么赚钱？那我再送你一个。完了，好像撞人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该不会死了吧？救我！对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算了，先带走吧。佩佩，长得倒挺帅啊。这是哪儿啊？好痛。你没事吧？你什么表情啊？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我隐约记得好像是你撞了我。要不是你突然跑出来，我怎么会撞到你？再说了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抛尸荒野。手机。你想干嘛？难道你垂涎我的美色，舍不得我走？长得帅了不起？跟踪这个号码过来接我。摔坏了你赔啊！哎，自闯名山啊！抱歉，大少爷来晚了。不碍事。老爷的遗嘱里有这张照片，并且说到只有和照片上的人结婚才能继承遗嘱。看我干嘛？把他带回去查查底细。是。你们干嘛？放下！你带我来这干嘛？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只要你帮我拿到遗产就会放你走，另外还会给你100万。我凭什么要帮你？想要离开就乖乖听话，不然我可保证不了会发生什么。你威胁我？威胁？你身后那位才是威胁了。没意思，没意思，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。你们。